死魔、天魔，是不是四个魔？这个死魔不过，你不可能得无上正等正觉，因为这个死魔碰及到的时候，你才看得懂你生存在的定义。而在生存在的定义这一个点，修行人历经多少多少、多少多少的努力，纵使有勇气去看他，可是真实碰到的时候，却无招架之力呢？我这样说是很老实的呢，你无招架之力去碰触那个死。因为它会产生你生命定义说，你生命的定义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。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净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